出问题了。这是收着力来，实际上就是刚才他推篮球的力不够。47-41，看看严碧涛这一杆，有了，好球，好球，封死了很多线路。这一杆，哇，好难救啊！这一杆怎么救？这一杆怎么救？一库，两库，哇，只能这样来。除此之外无他法，没办法，其他的几库线路全部被封死。太难了，这根太难了，太难了，太难了，这样打不行的。摆回去，摆回去，这裁判气死了啊！观众也笑了，这个球把他的裁判摆的啊，累死，还没有复位的录像看呢，关键是。啊，裁判最怕这种啊！直播台的话可以看一下啊，没关系。啊，只能来帮忙。Yeah. I think Brown was not really on the spot, but near his own spot, and yellow was. 这个全部凭印象。Was it on spot?I think it was a little 对，绿球要上来一点，应该是那个四分球要上来一点。绿球呢是回来的线路啊、被绿球挡住黄球。现在需要小心的一个是什么呢？就是球员啊，给大家讲一个悲惨的事情，就是说。在这种时候复位的时候呢，又没有那个相机那个摄像复位，然后呢你就很着急嘛，很着急呢就点来点去，有时候裁判感觉他老不对，你就去碰一下球，这时候裁判就会犯规，这个是最悲惨的事情，因为我就干过。这颗球得摆个十分钟以上的，不也不是裁判乱复位，这三颗球啊，三颗球在一起了，你确实有点你让裁判记一颗球还好，一堆球的怎么记嘛？还没有那个摄像。So you mean this way? Okay. So what do you mean where the green? But.诶，怎么绿球跑到黄球下面去了？不对呀、这应该是在这个位置的，应该是在这里啊。不过也没关系啊，那个哦，绿球是在下面，没在下面，因为当时我还在想呢，还可以用一种方式是从这里起，这里起，这样上。绿球没有挡住从底库上来的线路，这里没有错。绿球从 Happy for this? 那个 OK， 哎，这不对，这没复位对。
他从这里能过来的话那绝对是不对，这复位是有问题。接着把他这多球干了。不过这种复位呢也没有办法啊，也没有办法，只要是双方同意，裁判觉得合适，双方同意了就可以。右侧有线路，有线路，因为刚才我给他们画的线嘛，不是就是这样在画的嘛，是吧？这样来击打嘛，这样击打的是有的，这样击打是有的，那么意味着从右侧就有线路过去。这个计分牌又出了问题，哎呀，这个是。哎呀，这一场比赛打的是。积分牌还按不动了、裁判说我没办法了，我要去找主裁判啊、你先等会儿。哎呦，现在拿人工的上了，天哪，这播慢慢播这个积分牌好多年没看见过了，天哪其实比赛的时候发生一些这样的事情呢也挺好玩。那现在我们怎么看分呢？不是场馆硬件太落后，这个是这些东西能省就省。哎呦，又偏了！直接认输得了。哎呀，这一局球打的，上一局就是尹炳涛三杆，吉尔伯特第三杆的时候没让他复位，结果那一局呢，不划算。哦，第一局啊，不是上一局，是第一局。还是一样，裁判心里在想啊，那一会儿老子都轻松了，这一颗球动还是点位上的球，没得关系的。一般我在表达他们内心活动的时候，我就会说说方言啊，让大家能区分。对，积分牌坏了啊，终于救到球，好，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不过这一杆呢，严敏涛一个中低杆的左塞，黄球又可以下来母球下来，黄球下去母球呢还是这样走，不要中 K 一下，好球，现在应该是60比，我们现在分数也没了，现在应该是51之后又救了两杆是吧？59，应该是59，好，这一杆又 K 到了，哎，没 K 到，继续坐上。好 ，miss， 杨明涛 for free ball， 摇了个串串。
菲博啊，严炳涛拿到了自由球的机会。现在应该是领先22分。三杆呐、啊，三杆，裁判又忘记计分了啊！裁判又跑去计分，呵呵呵，手忙脚乱，哎呀，呵呵，啊，这样球员也很郁闷了、啊，这样打着比赛，搞错一次哦，你待会儿整，哎呀。啊，严炳涛还准备再做一杆的啊，这扣工资啊，这个扣不了，这不是他的问题，这是属于硬件出问题，跟裁判没关系的。哎呦，没打正，啊，严炳涛是想踢正一点，母球放在原位。现在应该是超分吧，否则他不会这样打一杆。打一杆有没有多大意义？应该可能是69-41。到底罚了几杆我们已经忘了，天哪。哎，69-41啊，超了一分。哟，还有真有记得的。61-41，到底是多少？你们这个说的都不一样。我估计应该是超分，否则严炳涛不会打一个粉球就不去走位。应该是超分球，他才会选择自己打，否则没有道理。去。呵呵。啊，再来做一杆，绿球打走，补球回来一点点，拉回来顶住。哦，还有的打呀，蓝球又坐上，杰尔伯特要疯了吧？还能打到应该。他那个积分牌呢？认了，他不会打了。吉尔伯特气死了这一局。